人来人往的竹联寺来了许多郭董的支持者。郭台铭最近来到新竹市，除了站上战车沿途拜票，也来到竹联寺参拜，在观音佛祖与大家的面前宣示自己绝对清廉以及参选总统的决心。观世音的这个保见证之下，我一定做一个清廉的灵，做一个非常的有为有守的这个总统。您国家领导人，另外我也会组织一个非常清廉的政府，那希望所以在这里庙里面呢，来跟所有的观世音菩萨来说，我给我机会，我一定来奉献，来感恩。在多位国民党籍的议员陪同下，郭台铭虔诚上香，他也表示信仰与科技是不冲突的，未来期望选上总统后带领台湾城市发展，就像新竹市在全球科技界的位置一样重要。那么今天的新竹科学园区呢，是全世界的名片，我讲我们要把全台湾就仿照新竹科学园区一样再扩大啊，有关的五缺，我已经来第一次来的就新竹科学园区就听到五缺，其实我觉得是第六缺，是缺投资，台湾有很多的机会要投资。现在我要讲第七缺，缺台湾缺对的领导人，所以我要出来啊争取这个位置，希望大家支持我。国民党党内初选即将结束，再过不久就要揭晓究竟是谁即将代表国民党出征2020的总统宝座。郭台铭亲跑基层，拉近与民众的距离，也期望顺利赢得初选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念。台北新竹陈罗怡宏采访报道。